学他唱，我觉得是比较经典的，因为这首歌是他唱红，而且唱非常好，所以我建议你照他原唱这样唱会比较好。对，刚刚你有几个有拖拍的，不是他原来这样唱，拖蛮远的，我会跟你唱，怎么拖那么远？不要拖那么远，拖那么远反而会有点油掉了，弹稀啊，不是，磨破了，照原来。